傻妞老是欺负我，在我神奇笔记本上写上傻妞说话必须叠词词，从现在开始傻妞说话必须叠词词啊啊！喂喂，谁谁嬷嬷我我说说画画变变成成正正个个样样子子，太好玩了。小九平时那么多人夸他，这一次我一定把他的牙齿全部掉光。小九变成丑八怪，牙齿掉光光。从现在开始，小九吃东西牙齿掉光光。嗯，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干点，真好吃。再来一个。真是太好了！这次我让大神喜欢我，给我拿好多好多吃的零食。嘿嘿，小雨，我们家有好吃的，大神给你拿去。好，大神，走。啊不不，能能去去爷爷呀！二爷爷啊！这这这这摸摸回回试试呀！哦，有精灵了！怎么啦？小精灵，你快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！我的牙齿全部掉完了，傻妞说话也成了这个样子。行，你们别着急，我看一下怎么回事。哦，原来是小雨拥有了魔法笔记本，他只要在笔记本上写什么，你们呀就会说什么做什么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就就试试呀呀。我也有相同的笔记本，变，只要你们有这个笔记本，就能把小雨的话彻底的给消灭了。好好，可以吃好多好吃的。我我要要，改改，过过，来来，我我得得，叠叠，词词，傻傻，妞妞，说说，画画，补补，用用，叠叠，词词，词词，傻傻，妞妞，补补，用用，叠叠，词词，词词。哇，太好了！嘿，我说话终于恢复正常了，嘿嘿。可是我要怎么惩罚小雨呢？